Namjichimbor zhōngnǐngmìzhāng,我们的梦能前波能够叫它,当个人当个人咱都先门道,当大腿接下来给想词儿,那些人我这里一样刚是,这会儿对接下来原来,就没本奏下了,虽然的有光节,都半步的心机了。啊,我都画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书上的菩提心。那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 讲那个简单的一堂课，今天的这一堂课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一智上师方面的一些道理。一智上师方面的道理呢，从广泛的意义讲，或者文字讲呢，像大圆满信心修习啊，还有五个光尊者的如意宝藏论的第八品当中也有。 智慧光尊者的功德藏的，好像第四品还是第五品当中也讲了。很多道友呢，也是已经学过了啊，就是菩提道次第论呐，大圆满前行呐，四十五世颂啊等等，就是这些很多道理呢，应该是讲的比较多。但这些论点当中呢，主要是讲一些按照这个密法的不共的一些见解相结合。 都基本上，着重的就是大量的文字，来宣说这个上师呢，就是跟这个佛无二无别，所以呢，一智上师之后就如理如法的，去这个依赖啊，就是依止，并且呢，如果违背了上师的教言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堕入金刚地狱，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教言，但这个。 是不是这样呢？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按照密宗的不共观点来解释的时候呢，真正的三智识的这个密意呢，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像大海一样，就是难以这个测度。它的智慧呢，就是像虚空一样，就是广阔无边，就是难以衡量等等等。就是它的这个悲心的话呢，就是犹如这个江河啊，就是什么就是源源不断等等等等，就是可以有很多的比喻。 来说明，但是我们现在在，汉地也好，在其他地方的话呢，经常就是发现到，一直上市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的一些事情就是出来，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是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要说一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初学者呢，就是不用这个把上市看着这个佛一样的，就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是着重要这个提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作为上师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可以说是他是一个代言人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相关经典当中也讲了，佛陀对阿难也说了，我涅槃之后呢，就是善知识们呢，就是我乃显现为善知识，就是然后，为你开始这个正道，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明。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是上师是佛的化现，上师是佛的代言人等等，就是都可以这么讲。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面呢，我们刚开始这个接上善缘，或者说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应该就是相关的这个论点当中也要求大家如理如法的去这个观察。但现在大多数的人来说。 就基本上的是不观察，就是这是很多佛教徒来讲是不太合理的。说实在，我们经常也看到，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上师就是从来都是不观察，就是好像特别的冲动啊，就是实践当中的，就是有一种，就是比较特殊的缘分。实践当中从感情上也是人们都经常讲是有一种特殊的一这个缘分啊，一见什么钟情啊什么，就是怎么讲的，就等。 等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呢？就是我们也不排除。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般的一个普通人，我们最好是不要像印度的八十位大成就者，像他们那样的这种精进和信心和根基呢，就是我们不一定有的。然后也不能呢，就是因为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和还有这个像这个长地菩萨等等他们的故事那样，我们。 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有这么样的根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徒，普通的这个人。那普通的人呢，就是一直一个上师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把上师呢，就是看着人来，就是对待，啊，就刚开始。现在我经常呢，就是发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呢，把上师看作这个佛一样，就是以事实如佛，就是刚开始一直的时候，上师就是佛，就是你很了不起。然后上师们呢，有些是确实是有佛的境界，就是非常了不起，就是非常了不起。但有些的话呢，可能没有，就是甚至呢，就是念一半的一个上师的资格都不一定有。但是呢，因为这些弟子们呢，就是把上师冲坏了，就是就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就好像觉得是真的是我跟佛没有什么差别，就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有一种叫增上慢，就自己本来没有获得神通，就认为是获得神通了，本来没有获得阿罗汉果位，自己。 认为获得阿罗汉果位，那个时候呢，自己的过失都看不到，别人的功德都看不到，所以有些人的话呢，因为弟子们特别愚痴的原因呢，跟上师呢就是一直就是说，上师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就是当面也在说，背后也在说，就是然后这个什么三门供养供给呢，等等等，就这样的话呢，最后就是上师也本来上师很有政治正见的，但后来呢，因为。 旁边的很多人说是你是佛，你是佛，就是原来不是在那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嘛，就是然后很多人说了以后，最后呢就是自己真的认为是这样的了，就是啊，就最后呢，上师们呢就是也可能冲坏了，就是最后呢真的认为是佛，就是那佛的话呢就是就什么这个行为都是可能没有什么这个特意的约束啊，在这个时候呢可能。 这个上师和弟子呢，都会做一些就是对佛教和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就是会出来的。在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对自己也不利，今世也不利，对来世也不利。因此呢，我们这个建议呢，就是刚开始呢，佛教里面就是专门要讲，就观察上师。 那就这个观察上师呢，非常的这个重要啊。现在很多人来不及啊，就是一个人听传法的时候呢，就是来不及观察，就是马上去听；观定的时候呢，就是来不及就观察，马上去。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看着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大事来做。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接触这种法门的时候呢，就像时间人也是这样的，时间人也你要去。 找一个老师的话呢，那你应该就是先，比如说我要学一个宫桥名的话呢，看这个宫桥名的老师，就是他会不会动啊，就是如果我要学英语的话呢，就是这个老师就是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他的这个英文的这种地址是什么样的，就是也要去看呐。或者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这个谈朋友的话呢，就是也会要看，就是他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的，他的整个这个政治背景是什么样的，他的经济这个情，他的那个财富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很多人都要去看呐。我的那天的是，就遇到了一个人呐，就是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跟一个人准备合作，但是为了这个合作呢，他摸不到底，就所以他专门呢就是从这个美国就是飞到这个中国，就是已经来过两次手的，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当面呢就是跟他就是表面上聊，但实际上呢，看他这个人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因为将来要对他合作，对他合作，他没有签合同之前，还没有正式，做合同之前的话呢，就是他跟就为了就是这个人的背景呢，他就来过两次，而且呢，他也是某某的，就是问了很多人，然后呢，通过其他途径来也了解，就是最后呢，也基本上是这个人的人格也很不错的，他的整个他的这个实力也各个方面很不错的，然后呢，就是准备就是在过这个大概是再过半年以后的话呢，准备给他就是真实这个合同，就是然后呢，准备呢就是他们做这个十几年的一种这个合作项目，就是要共同做一个合作项目。当时我心里面听到，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比实践的一般的一种工作合作呢更重要，就是更要精神的。那这样的话呢，一直上师呢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就是比如说来一个上师，来一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刚开始呢，你可以跟他就是。 供养也可以，你有钱的话呢，因为他是出家身份，你也可以供养。你跟他就是说话也是可以，但是佛法方面的这个结缘呢，相当于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共同合作的话，那签合同一样的。然后如果是家庭的一些状况来比喻的话，那就像是这个什么办这个结婚证一样的。那这样的之前的话呢，就是你跟他这个佛法的。
这个上师呢，就是在汉地是一个方丈呢，还是说他是一个大和尚呢，是一个孝沙弥呢，还是什么样的？到他亲自到他寺院里去了解。 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发菩提心来发心，一个是发清净心来发心。那么发清净心来发心的时候呢，啊，就是上师呢，就是观为什么莲华藏大士。然后我们这个《金刚道友们》呢，就是观为这个二十五大弟子为主的，或者呢，上师观为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弟子呢，就是就旁边的人呢，全部会观为这个菩萨，就是。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啊，真的要把这个上师呢，观着这个佛无二无别的上师的身口意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加持呢，就是融入我的这个三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修上师瑜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你还没有到这个之前呢，就是就刚开始这个一直佛，就是让现在很多人刚开始呢，就是事事如佛，就是刚开始呢，就事事如佛，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事事如魔，就是啊，这个上师如何如何不好啊，就是他把我的什么什么就是财务就骗了啊，就是这个
可能都不如法的话呢，像我这样的人呢，就是能不能观清净心，我自己也是反复观察过很多，确实上师的行为，因为太好了，不然的话呢，如果他的行为不如法的话呢，我的很难这个观清净心，就是我经常自己对自己就这样想过，所以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这个上师的行为也有关系，但最重要呢，可能自己的信心呢，就是更有关系，有些人是自己参僧卸简的时候呢，其实上师没有这个过失呢，他认为是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颠倒的，就像提婆达多就是当时对佛陀的这种这个看法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呢也是有，但是到最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辨别的时候，就是非常难。当然，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就是这样，你有清净心的话，那就是勾亚也是，就是祈祷的话，那也可以成佛啊。就依靠它呢，就是可以成佛。不管是对人和人，就是如果我们观清净心的话，那就是它也是可以作为一种这个佛缘。但是这被观尊者也是说过，就是说是从这个功德的层面来讲呢，就是时间当中还是有分上师的这种功德和弟子的这种功德。那么至少也是按照佛经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上师的这种功德呢，要超过你。 啊，就是超过你。如果你没有这个超过的话，那就是很难就是得到，就是相应。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自量道的人的话呢，我的上师呢，应该是按照这个从低阶的角度来讲，加信道。如果我是加信道的话呢，那么就是上师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什么这个见道啊等等当，就是这样来分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上师观为佛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呢？他说并没有相违的。为什么呢？ 上师这个观为佛呢，就是实际上是最后的密意，就是融入无二无别的，就是个层面来讲的。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呢，你上师就是作为佛啊、菩萨一模一样的话可以，但是你在学习和医治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呢，你最好是上师看着世间当中的一半的非常善良的一个上师来看待，然后慢慢慢慢呢，到最后的时候啊。 就是你在上师医治了，比如说十年八年，最后上师的一切行为呢，就是就好像越来越医治他的时候，越来越对他有信心。到最后的时候，密宗的观点和密宗的所有的这些传输接受的时候呢，确实因为除了上师以外，就是谁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这种教养啊。上师呢，就是佛无二无别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对真正的这个上师呢，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会产生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师徒相应呢，就是可以说是。 这个密相应就是可以这么讲，所以我的今天的就要像说的呢，就是实际上有没有就是事事如佛的观点呢，确实也是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尤其是看那个这位光尊者、无光尊者、蛮横仁波切的这些教言的时候呢，就是上师的这个赞叹方面的话呢，就是特别多。但是因为我们 过度的赞叹，我们过度的这个对上师们的这种夸奖的话呢，有些真正的上师来讲呢，他也不会生傲慢心，就是他也不会生傲慢心，然后弟子与他们之间呢，就是也不会构成任何的危害的。但是有个别的话呢，的确也是现在你们也知道，在这个禅师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对这个佛教不离的这种这个上师也是会出现，我也经常就是听到啊，就有些人呢，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念不要说是上师啊，就是在实践当地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这个行为不如法的，就是念一个佛法方面的基本的可能，心性和出离心的不一定有，但是他因为就是。 弄几张照片呐、啊，就是或者是，就做什么慈善呐、啊，然后一去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就是然后这个从财富啊各方面，就是弟子也很多，弟子多了很好的，就是没有什么的。但是，无光尊者也是在《如意宝藏》里面讲的，就是没有福报的这些弟子们的话呢，经常遇到一些就是没有这种智慧的这种上师啊，就这样以后的话呢，一辈子的你想离开他的话呢，就是可能不行的。即使你没有离开，就是学也学不到。 到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啊、财力啊，什么都已经用尽了。那这样的话，最终就是确实是就是一种失败，就是一种失败。那么这个呢，我们藏传佛教是不是就是说啊，上师全部都是佛，就是以这种这个文章来夸张呢？就是绝对不是。如果是的话呢，那佛教也是不合理的一种论点。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比丘们呐、啊，然后智者们呐、啊，你们呢就是应该可以就是对我的教言。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以再三观察，然后观察之后，你们觉得有道理的时候可以接受，但前往呢就是不要，因为对我以恭敬心来而接受。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以再三观察呢，更何况说是我们对这个其他的就是实践人呢，就是实践的所谓的上师也实际上是一种老师，只不过是这位老师他课里面传授的这个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正规，就是实践和处实践的真理，就是真因为是他的原因呢，就是所谓上师呢就跟这个佛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上师呢就是时时如佛，可不可以说呢就是可以做，不要说上师，我们说是一切众生都是是具有如来藏德相啊，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佛，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讲，不仅仅上师也是佛，我也是，我也是佛，就是佛一之佛，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呢，有些时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要对谁都起邪见了，就是这样也是不好的。在涅槃经当中，就是讲了很多那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是一些，就是邪恶的这个上师的这个行为啊，就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世间人来讲，最好是不要看别人的很多的过失，就是这样为好。但是从保护自己的这个相续来讲呢，应该。 是这个依止过程当中要值得这个注意，当然，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所有的功德圆满呢，也很难找，就是，妙毗清文经里面就是说，这个佛教和佛教的先宗和密宗当中所讲到的上师的所有的法相呢，具足的，具足所有的法相的人呢，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难以这个找到，就是如果是在找不到的话呢，那么这些法相的一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有的话呢，也可以。 一直它就是妙毗清文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比如说这个须菩里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十个功德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你十个功德的八分之一，就是你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一直。然后《寂明义训》里面就是说过，说是上师呢，如果是出世间法方面就是功德非常超胜的话呢，即使在世间上时间法方面呢稍微有一点，比如说人格不好啊、脾气不好啊，就个别的一些世间的过失有的话呢，你也可以一直。 就是这《寂明义训》里面上，因为我们求的是不是实践法，就是如果实践法的话呢，那就是上师很难看的话，那就是不像一致啊。上师如果实践法的很多功德不具足的话呢，不像一致也是可以。但是我们一致的呢，不是实践的这个人，就是不是从实践的功德和实践的这个某某功德来，就是一致。我们需要的是上师的这种这个。 主要是大悲心和智慧，就是等等吧，就是。但上师的法相归根起来，归根基底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以真我来解脱自相续，以悲心来饶以他种，就是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人和一个上师呢，就是至少也是他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有修佛教方面的，就是一些正悟。如果你自己的相续一点点的是没有解脱的话呢，那色俗弟子呢，确实也是以莽道莽啊，就是有些这个前辈的大德呢。 就是把这个现实呢，就是就比喻成这个疯狂之啊，就那么疯狂之带路的话呢，肯定你自有这个堕入悬崖，就是不可能呢，就是有快乐这个立柱啊，不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自我的这种真悟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悲心很重要的。 我们这次在那个就是乔治敦大学吧，就是让我问了很多，因为他们都说是现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的这个上师的这种，传播能力非常强，就是他就在外面呢，就是认为是。
我这次去的话，我没有特意的说，我非要传藏传佛教。但是他们一直讲啊，一定要讲。后来我的题目都全部都用完了，我说是你要讲藏传佛教，又要藏传佛教，我可不可以用个其他的呢？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以为是这个藏传佛教的，我们想了解藏传佛教，你必须给我讲，就藏传佛教。后来我也觉得逼迫下，就是所有的题目都是在这个讲藏传佛教。这个时候呢，我也特意问他们，就是我说你们对藏传佛教很热爱的话，那你们对藏传佛教 有什么这个对上师们有什么看法？他们有一个教授啊，就是他很了不起的，就是他说就是我这个其实他的有些语言我们以后再稍微说一下，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的。但是他说，这个藏地的这些上师们的话，那就是有些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让这个就是对这个科学假的对话，就是各方面来讲，在西方来讲应该说是引起轰动，就是在这个超世纪的一种轰动。但有些上师的话，虽然呢没有那么这个 就是一些超生的智慧，但是他们都有利他心，不管是在人和这个昌河当中的话呢，很想帮助人，就是这是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佛教徒当中的话呢，这是很难找，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所以在西方的话呢，有好多上师，有些呢就是给这个弟子们呢就是专门讲念唱那个莲花藏大悲心咒，马洪巴那个格罗巴嘛，然后弟子们呢其他的什么都不懂，就是唱的特别好，就是有些呢就是专门就是 讲这个会供，就是天天会供，天天会供，就是，有些呢就是什么修法啊、潜心、真心啊，就是什么都有，反正每个上师都有，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八仙过海、自行神通，都有，就是所以每个这个上师们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供的，就是这个就这位教授呢，就是他说是应该是一种利他心，就是这个我也相信，在汉地的话呢，就是很多上师都确实是这个，因为他们的不同的一些悲心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引导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迷茫中的众生啊，就是他们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都是对这个虚不啊，对这个所有的精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就是注意，就是有些呢确实也是 就是有这个鱼龙混杂的现象，就是因此我们也希望呢，不管是怎么样，自己什么途径，以真正的心引导这个众生的上师们的话呢，都要赞叹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就是这上师们的现象是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有些呢，特意的一些特别不好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对佛法、对个人、对包括对弟子们的话呢，就是对佛教这个参僧现象呢，也有这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 这个汉地的很多的弟子们呢，自己也要反思，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是，就是有我经常听到这个上师不好，那个上师不好，就是但其实说别人不好的人的话呢，一般来讲自己呢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过失，否则的话呢，就是他明明也知道是可能不好，但是呢他不一定会说，比如说我 毕竟是我的这个老师的话呢，那么老师虽然不好，但是呢，我在别人面前的话呢，我一般来讲就是对老师的功过失不会就是宣扬。如果宣扬的话呢，我自己也是这个老师不好的话，老师带来的我学生呢，我也肯定是间接来讲是也是不好的。就是在这方面呢，我想我们很多道友呢，可能这个事事如父的话呢，就是是不是通过观察， 然后观察之后呢，一直上师，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慢慢就是培养出来的一种很高级、很超越的一种信念，就是这个时候呢，上师确实佛，就是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上师就是说什么都是你必须要就是听。在这个之前呢，相关的佛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上师呢就是实际上是自己就是具有一定的功德，利他宗的。那么这是真正的善知识。那这样的是利他宗呢， 就是对弟子的相续当中，如果能产生贪恨心啊、嗔恨心啊，各种各样的非法的意念的话呢，确实也是不是很合理的。就是这个适合啊，就我们要知道是，这个上师们呢，就是先就是你即使已经移植了，但移植以后的话呢，你也没有必要去这个诽谤，你也可能就是佛的这种信念呢渗不起来，但是呢，他是当做一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恩人 来这样来对待也是可以的。我们佛教里面也并没有要求，就是所有的人呢，对每一个上师呢都看作这个佛啊，就并没有这么做。事事如佛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已经应该是一个很高的一种境界。那这种境界呢，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永不退转的这一条路啊，就这种路呢，并不是很简单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呢，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的话，那就是虔诚是这个光明的。因此，希望呢，道友们呢，就是在一直的这个上师过程当中也好，修行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就是退来退去，就是今天就是然后修一点这个法，一直这个，明天一直那个，这样的话呢，可能心特别的这种乱，那么最后呢，也得不到这个结果啊。就现在很多的一些，我觉得，怎么说啊，就是西方人有些的话呢，就是他是有一种性格，就是这样你选择完了以后的话呢，不容易变，就是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有些道友的心态的话呢，好像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变，最后呢，一无所获，就是这也是这个很可惜的事。因此，再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自己也对相关的有些道理呢，可能需要就是，再三思维啊。我想今天，大概讲到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